阿咪萌点，达木大家好，早安，我们是阿咪萌点。那今天就由老毕来讲一下我们就是目前的进度跟需要的人力。大家好，我是老毕。那我们目前的阿咪萌点版本，目前我们收集到一样，就是这三本：方明音、纯钥匙，然后潘思光神父。还有目前最主力在使用的就是有大概四万多个词汇的蔡东汉博士版本。那目前就是我们比较专注在修改上面，就在蔡东汉博士版本的原因，是因为他目前还有能力可以就是进行帮助我们那个做我们的词汇上面的订正做跟校对的上面，所以我们目前比较专注在蔡东汉博士版本上面的使用。然后因为上次前几次大通的时候，大家发现到说圆明会里面其实他有做一个签字表，然后在签字表里面有志工发现说签字表里面跟我们蔡东汉博士版本的词汇里面有一些出入，就是说有些词汇是蔡东汉博士版本没有，所以我们就利用了大家写作力量来互相帮忙，就是把一些蔡东汉博士版本没有或者是跟他相应的地方然后填入，然后经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都把它填好，大概里面大概有我记得是一千多个词汇、大概一千多个词汇，然后透过大家写作然后把它填好之后，我们又请蔡东汉博士再重新校对看看上面的词汇是不是完整，然后最近他也将那个词汇回传给我们的，就是目前的状况。然后之后小谢他利用程式去发现的说在蔡东汉博士的词汇里面有发，就是他有做了词干这个东西，但他词干里面却没有那个非常完整的那些中文说明，所以他也利用了程式把它跑出来，然后也请蔡东汉博士做校对。然后目前的话，我们注意调整方式，小谢已经帮我们调整完了。但是在中文的方式，就发现了一些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他没办法做一些排序。所以小谢他觉得说，我们需要一些文字工来继续帮我们来做一些那个校对。所以小谢做了一些表格在上面，就是我们只要，因为他已经把中文列出来了，但是在中文有时候蔡东汉博士他写的中文跟我们现在所用的中文有点不太相近，所以请大家就是想征求一些就是能够。透过大家能够把中文的方式，然后来帮我们把它排序成三个顺序这样，然后透过这样子，就是能够我们在搜寻的时候，先透过那个三个常用的词汇，再去找寻它里面对应的词汇来帮助我们。然后因为目前的词汇大概有三千多个，然后目前进度还是有点落后。那如果大家有空的话，请大家帮忙来大家写来写作一下，谢谢。